哎、欸，我养了一堆蜘蛛，我要回李子。没有，我没有叫啊，干嘛？啊，我有点帮我砍树。我接近你也会加李子哎、欸，我也会吗？还是杰他？瑞，不，杰克，会吗？杰瑞，哎呦喂、哎呦，欸，赞哦！哎、欸，蝙蝠啊，怎么又来？就怪有人那边挖了一个洞啊，他可以对不起，我错。那个，哎、欸，我的肉汤嘞？不会被吃掉了吧？不在箱子里吗？我吃掉了。箱子里面有两个肉汤。因为我想说要把那混在他那个，哎、欸，这个蜘蛛大军越来越多了。哎、欸，那我的，差点就揍下去。我死了，怎么出来的？有一只会咬人呢、欸。他对我在攻击，打他了，我有打他吗？你刚刚有揍他？哦，好，是我啦！我看，这是本能反应，这是本能反应。陈川刚超多冲出来哦，很恐怖。对啊，我刚刚说我做了一件很欠揍的事情，我养了一堆蜘蛛。等一下，那个李子开始扣了啦！好巧，那我的李子，哎，你应该可以，你应该可以做那个啦。养那个、啊、做蜘蛛巢出来，你好像蜘蛛蛋吧？还叫哦，我要怎么弄？你看一下你最左下角，最左下角。对啊，我要去拿那个了。我蛋放地上，赶快！阿飘，你不要过来啦！嗯、哦，月圆之夜。对，我要去找那个格罗姆。最左下角，你看一下你左下角有没有东西可以做？你要接近机器是不是？不用，那是你本身就应该会的东西。嗯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哇、啊哦！哦，右下角是不是审视自己？也不是啊。不是啊，哎哥啊，我第一次在预言之夜经过蒙阿伯，一堆鬼，超多的。哦，是啊，我没经过过哎。你要上来看。啊，飘出来。走。到处都是蜘蛛哎，是蒙阿伯。我看一下，真的是蒙阿伯了。啊、鬼真的有机器人吗？我都快探完地形了耶！哦，我看到鬼了。没有喂、欸，我好像没有可以做蜘蛛的。看这里有鬼，哎、欸，不见了。不见了，不见了。那奇怪，没有。格罗姆，快跑！格罗姆，啊，再撑个一分钟。什么？格罗姆？那其实东西都会灌网的。你几乎快被我灌完了，只是没看到机器人啊！为什么？我没看到哎、欸！格罗姆撑住，好神奇了！格罗姆，哎、欸，真的有机器人吗？还是我们下去弟弟找看看，我记得弟弟有不少机器人。好，那我回去了，那我回去。哇塞！我你说落水洞吗？还是对落水洞？我回去。我回去，等娜娜奇慢慢的跑回去。好刺激啊、哦！我刚刚在一堆狂暴的猪人面前救了一只小东西。狂暴的猪人，想看我回城，我不能回城啊！我们今天应该玩不到冬天，应该玩不到吧？已经快十点了，已经快十点。玩到冬天，通常来讲，我们刚如果不玩第二张地图，第一张地图还继续玩的话，才玩得到，要两个小时。就刚好到冬天这样。对啊，我氪一次金哦。氪啊！氪啊！反正那个我们也没办法干嘛。等一下，他一次做五个哎、欸。就葛龙，我会死在这里耶！天哪，所以是一比一的，一比一。黄金很缺吗？不缺啊，目前还好。我氪一点哦，我这边还可以换一些黄金。他血好少。得葛罗姆吗？嗯。他刚被咬了一口，那一口还是我的 Q 出去的，打到他，我要。你怎么可以揍他？我要 Q 蝙蝠啊！他、欸、会吃肉耶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娜娜鸡，你们有火鸡，交给你了。我来了，我来在哪里？不要
这里有火鸡。哦，忘记我打完之后受伤了啦。哈哈，你的血。哎、欸，有人要拆开吗？Boss 大礼包。你开啊！你开啊！你开啊！那那奇离很远，那奇再赶回去。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我学好了，给我学。嗯。拆个水果啊！材料不够，这个东西是苍蝇王掉的，它可以做一个无那个永久的火炉，所以我们不用生火了、哦。可是它有一个材料。什么材料？要打 boss。橙色宝石、哦，你们要我再刻一箱吗？有没有宝石之类的东西？宝石我有蓝宝石，不是红宝石，不是要橘色的，要橙宝石。没有橙的，好像要去地底去找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是可以合成的、啊。月之石，打苍蝇王也会有。我去跟猪王换一点黄金回来。欸，可是我刚学到好像不是、這個、哦，有找到了浆、這個欸、果你们要吗？不用，欸，对不起，我记错了，橙色宝石是那个传送的啦。哦，我要做咯。嗯，好好好，做好啊。帮我把这就这不要敲掉。神乐就得要敲掉吗？不用神乐接过这个。哦，这个可以直接拿龙鳞火炉去烤，可以直接烤哦，嗯、哦可以耶，直接崩了。它有微微的光，不会被打。哎、欸，种子来，种子放旁边。你可以去烤烤看啊。我可以再氪金一次吗？氪上瘾，氪上瘾，氪上瘾了。哇哇，这就是一小氪就氪上瘾了。不小心想说啊，氪个30块，可恶，5也还好吧，可以啦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再氪个包月好了，开课，买个月卡好了，玩游戏不买月卡没办法玩啊。对啊，月卡还要支持一下嘛，支持一下游戏嘛，买一下。对啊，可以啦，平常买个游戏也都是300-400块的，那氪一下也还好啊。对啊，也还好啊，稍微氪一下不会太多啦，还好啦，差不多啦，还行。我还差一个勾玉，有人要陪我去打吗？啊，你要找什么勾玉？大蜘蛛之类的怪物，蝙蝠也可以。走上面蝙蝠啊！蝙蝠被我杀光了。哦，被你杀光，那就要去找。那就找蜘蛛啊！啊，蜘蛛我这边啊，可是不要杀我家的。杀在喵后面跑的。不要！走。喵好在底下看到了红色的景点，走，哼讨伐喵哈，不要，那是我的家的，右下角了，我带你们去了，走了，这里了，这里了，喵好现在还不用拿火把，不用浪费，哦，现在还那个还等到黑色的那一段才拿，右下角啦，有看到吗？哎呦。啊！挖怪物了！你自己打也是那个。挖怪物了！挖怪物了！这里很多，这里很多，重视他！耶！全部跑过来，全部跑过来了！哎，有没有那个战士可以让我收服？坐等。你的带过来很危险，我们会看不出来，我们会把它冲。啊！他乱打，他去吃怪物肉，无差别的直接打哦，无差别揍爆他们哦。你要吸引里面的吗？有哎、欸，那个要战士，有战士，要战士的，来，我来，快，要战士的，快哦！这样是驯服一颗就驯服起来了吗？有了，对，它上面写喵哈了。好，好了，我可以走了，站远一点。好，我要回家了。应该没有，好，有一只，好，还有一只骑士。好，你还要吗？不要，我们就揍死他。你揍吧，你揍吧。扁他！咬我！扁他！是了，没掉，没有。干嘛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听起来好舒服啊！不要把挖坏吧。没事，都。有火把，有火把吗？火把，我做这个。等一下，这边。我没有，我有。等一下，好哎。点一下。我见火了，见火了。等一下，烧死他们。没事了，修起来啊。
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任务完成。啊！你现在可以直接在这里抽了。你直接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帮你打一下这个、啊，你抽一下。那个舞台。要回去抽吧。哦，好、啊，也可以。好，走吧。现在我们没办法回去啊。哎呦，好笑。什么？有啊，我有火把。螃蟹取奇。不要不用不用，这等回去白天吧，等白天吧。哦，烫。打喵哈喽。不要啦。灰烬捡一下嘛，有灰烬可以捡一下、欸那個。那个蜘蛛变三层了、欸，哦，三层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之后就有那个草了，哦、又可以带回家种。哎、欸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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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等下直接就被咬死了，掉不然等下女王就出来了。对，对，她会进化成女王。疼！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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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感觉。我发现蜘蛛会咬你们的，我都没扣血。我也是被狂咬啊！啊，蜘蛛巢烧起来了！揍他！浪费啦！打掉！捡东西！啊，好烧啊！有人烧死！有人烧死了！不要，小雨东西赶快捡，不然会烧起来！赶快捡！赶快捡！赶快捡！那不要太惨了！等一下，我也快死了。你刚刚、啊、你有没有打到蜘蛛腺体啊？死掉？腺体哦。嗯。我、哦、这里有是两个腺体啦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哇！蜘蛛巢穴直接烧光。哇！笑死我。小雨直接烧光。对。对。小雨也化成灰烬了。要独挡吗？嗯。啊，独挡没关系、啊。好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这样子回去。没关系、啊，这边应该等一下就全部烧光了吧？就一个蜘蛛巢穴而已啦，还好啦。对啊，跟一堆树啦。哦，一堆树什么？我是怕小雨身上有重要物品。哦，我没有什么重要的。他最重要的钓竿我捡到了。这个舞台为什么会一直动来动去啊？我刚刚有讲啊，他跟着火光走。哦，跟着火光。那他可以干嘛？你敲他88下，嗯，会拿到设计图。然后就没了，所以你理论上要做三把锤子才能敲到设计图。好，大家开箱了。好，开。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把一些东西丢下来。就怎么了？忘记我挖了冰块，它快融化了。刚刚这样差一声。来换人开，换人开，有人要开吗？所以你刚听到 fuck， 换人开，换人开。开，有谁要开？这里这里旁边对吧？哎 ，BOSS 大礼包在这里，拆开，开，哎，跟刚刚那个一样，好、啊、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东西，炉子的那个材料，嗯，可以再做一个啊，我上，可以坐在地穴里面了，十点啦，嗯，十点啦，十点啦，可以刷手抽哦，就是。你刚刚是在白天的时候打到最后一个勾玉吗？对，哎呦，晚上吧，晚上的时候、哦，那就可以下次早上的时候。真的，我现在关掉的话，你说记录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那一段时间，他都记白天的，第就早上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离线的话，哎呀，绿光跑出来了，刚白天的时间，还可以再刷一次。对，嗯，看要不要现在关掉，然后等下次啊。好啊，差不多了。好、啊、好、啊、好、啊，差不多了。啊、反正等一下哈记你那个 R 也是百 R 了，下次上线你就补回来了。好啦，关啦。可惜啦、啊，今天就开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开到这啦。这样。我应该到十点半。我去看一下另外一边有没有缺人。你要不要玩 Gambi 看看？哦，好。挥手，我还要挥手哎、欸，还有这个嘞，斜线 WAV， 斜线 Dance， 怎么打开那个打字的、啊、T 还是 U T？ 因为我们是有那个 Y 吧，我是按 U 哎、欸，然后什么斜线？你知道哪一个？挥手还是跳舞？挥手好了 ，WAV。好怪啊！
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完了，那动作怎么弄啊？我是有装那个啦，快速打指令的，它其实都是 一堆指令这样子。嗯，就你滑鼠移移就可以用了。滑鼠移移在哪裡？像斜线 dance 就是直接，我是有装模组啦，按 G 就是一组。哦。正常是要打指令。蜘蛛会被陷阱抓住哦。会。哎、欸，我先关了，不然等下记录到白天，我这整天没做事。好。好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！啊，哦，我休息一下。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哎。